Movie Movie 十二月首映星期天带嚟四部重量级得奖好戏，《平静山区》一场恶作剧掀起无数涟漪，《冬日苏醒》同一天空下，强权霸权比荒谬更荒谬，《荒谬启示录》生活逼人，面临崩溃边缘，唯有变得疯狂才可以挽救生活。$80啊！无定向丧心病狂。一个西班牙，两种不同文化，新世代爆笑罗密欧，他着恶搞朱丽叶，他着西班牙。Movie Movie 首映星期天，逢星期日晚10:00起，独家首播。